好，神牛妈，我今天人在三创这边，因为这边有一个怪兽与英雄的造型创作大赛，然后还有一些很经典的歌集啦，怪兽英雄造型创作大赛，然后这边有一些参赛作品，最想要实体化的创作就有机会，就是抽比赛得奖作品会送一整套合玩系列，然后11月17到11月24号可以投票。大家觉得哪个作品比较酷呢？我这个看得很厉害哦，这是木雕的原型制作，好亮哦，像狗狗的。盗蛋猎手，鬼太郎的感觉哈、哦，旁边那个椅子还有脸，坐在上面那个会飞的那个布，Chili Genius 正义魔人，哇，这个肚子是扭蛋吗？透明的耶，叫做驱魔人。猫咪的机器人，钟楼怪人感哈、哦，里面肚子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猫咪，这应该是属于 3D 列印的机器，然后它就 3D 列印可以做到就是印这样子的东西出来，好酷哦！还有猫公车哎，这是 3D 列印机列印出来的，其实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它 3D 列印东西它会有一条一条的。那种横条在上面，然后后面那个龙的柱子也是还蛮精致哦，还可以做到这种镂空的效果。哇，这恐龙做的好精致哦！哎呀，哎，这只跌倒了吗？参考很多真实动物的那种肌肉纹理那些，这个是圆形的油土做的。有很多歌集啦，看起来很酷哦。这个大约10年前酒井玉司的那个和丸的作品，现在已经都绝版了。然后这个那当时才卖一盒300块，你看300块这样子的品质，现在应该是不太可能了吧？这么棒的品质才300日币，哎，现在随便一颗扭蛋都要300日币了吧？怎么可能做到这么精致呢？都是绝版的盒玩了。真的像是艺术品一样的。大家看一下，它非常的小只哦。啊，这一个很酷哎，我觉得它这有一个大楼。这边这个，每个勾起啦。这个好厉害哦，房子破一个洞。啊，这只把火车摇起来了。竹谷老师的作品，超帅的。
这只脸好可爱哦。这边有很多哥吉拉的，然后这是伽美拉，Monster Hunter。浮世绘跟歌吉拉，好酷哦！这个，当然也很漂亮哎。对，还有那个超能力霸王哎。有这种组合的积木，是什么？水晶球。这个呢，这里有卖一些米奇的商品，盒玩，这是软软，这边有卖软软哦，一个都580，日本进口的。很可爱，丽卡奖。帕切里之前我们在妞妞 TV 有介绍过，这个是做那个贴纸的扭蛋机，这个我们有介绍过。这个以前也有玩过，它是一只那个大白鲨，然后它嘴巴会，
Elsa， 超能甲虫王。这里有一些盒玩类的商品。哦，小鹿小伙伴呢？这是什么？喇叭 clip， 它是一种夹子。哦，对，是夹子的。这里有很多很多种的盒玩，这边也都是。Q 版的，这也是盒玩哦。发现阿玛，另外一种角落小伙伴的盒玩，它应该是食玩，只是说现在它把糖果拿出来了。可爱哦，它应该是太阳能的，然后有光线就会动。啊，我挡住它的光线了，它手不动了。啊，拿开会动吗？哎，它是有时候动嘴巴，有时候动手啊。这只就是一直在动手啊，它这只只有动嘴巴了。一些吊饰类的商品。好，已经回来了。其实已经是昨天的事情，然后我没有看到会场限定的那一只还没有来，就有点可惜。那这个展览在三创，免费入场，大家喜欢怪兽系列或哥吉拉的都可以去逛逛咯。拜拜。